6-26-27-28。李总，您看一下，这是您进货的所有的明细。好，您核对一下。麻烦你一会儿帮我把这几枪全部打光了。好，没问题。然后我李总处，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昨天的事情，我不想让你继续误会。没什么误会不误会，我都已经看到了。可是你也说过，亲眼看到的事实未必是唯一的真相。我当时说的话也是身不由己。那么当晚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是假话。可是我的初衷是好的。所以对于你这种爱慕虚荣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，我真的无话可说。老板，我敲诈，我这叫合理谈判。你们慢慢聊，我去忙别的去。老板，只要你把节目的合同签了，钱包马上还来。你的手机有没有信号？答应上节目，手机就借你。都已经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想着你的节目？节目活着我就活着，节目没了我也就挂了。要挂也是你，别拖我下水。只要你来，我就不会挂了。你到底是脑子少根筋，还是只有一根筋？你骂我，你误会我，你泼我红酒，我都不跟你计较。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嘉宾，你把我放在案板上剁成肉馅都可以，反正我宋佳明谁也打不倒。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痛。痛？哪儿痛？喂，宋小姐，喂，宋小姐。
漂亮。我看到你，就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。不过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你比我年轻的时候漂亮多了。那是因为奶奶的遗传基因好。奶奶爱听。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出发吧，雨宅要等急了。你看，我给你们带了什么？带了一对情侣表。这一份我是要送给雨哲的，你看。哇，好漂亮啊。凡是配得上你的男孩子，奶奶都会对他好的。我也希望他能够一生一世的爱你。谢谢，我也替雨哲谢谢奶奶。这个世界上只有奶奶对我最好。喂，依兰。你别急，我马上想办法。抱歉，奶奶，这顿饭恐怕是吃不上了。喂，东城冷鲜基地吗？你们半小时前刚刚发出的那辆货车往哪个方向去了？什么？新疆？我本来想趁钱养你的。你养我？我想让你住大一点的房子，让你每天少做几个钟头的生煎包。现在节目要被砍了，还被人泼酒，还要赔公司的礼服。爸，对不起。礼服？什么礼服？这么辛苦，干嘛不早说？真是够傻的。你会开车？怎么开车？啊！哎，说话呀！哎，宋小姐。依兰，抱歉，本来答应请你和你奶奶吃晚饭的，可照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恐怕是办不到了。没关系，身体要紧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哎，李主厨，这个节目的合同。宋小姐，你和雨哲今天都着凉了，需要休养身体，工作的事情以后再谈吧。你也先回去吧，养好身体再说。